决战2024总统争霸战，来看到最新媒体民调出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支持度破三成，首度超车民进党的赖清德，攀升到首位，暂时领先蓝绿。而国民党的侯友宜则是以23%的支持度落居第三。对此，侯友宜表示会坚定自己的选举节奏，而民调被柯文哲追上，赖清德也说，民进党现在的确比较逆风，会持续采取高标准处理每件事情，重新获得社会支持。那民进党三天的两岸一家亲是你自己讲的，你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国？我们活动开始了。哎，怎么那个女的没来换你？是这样，你不要回答我。等一下，是啊，你说你要回答我。你的两岸论述是什么？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回答你问题。我不会闪躲，我个性都闪躲。我再告诉你啊，科比，我说的不是仅仅是统战部，是军委第七办。军委第七办，你明白我说啥意思了吧？嗝屁！军委第七办对你写了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个报告就在我郭文贵手里。我现在说这个人名字，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你知道这个人的爸爸是现在军方的最重要成员。军委七办是干啥的？台湾人民知道吗？我告诉你，台湾人不知道军委七办的，你就不是台湾的真正的牛人。对台工作最核心的是军委七办，不是对外联络部，也不是统战部，也不是国台办，也不是福建的所谓安全厅，是军委七办。科比，你自己知道。只有你懂我说的是真是假。你等哪一天的时候，我让你表演完了，哥们啊，我让你表演完了，我本来我不要搭理你，我看你表演完了，我要给台湾人民说，你们的哥们当年选举的时候说过啥？我简单的让你查查，你是承诺过的事基本都做到。然后你现在开始就开始说玩大胆的了，你想继续干，下次来选这个台湾的总统，你打造专业人士的幌子，骗了那么多年了，骗了名，骗了荣耀。啊，吃吃喝喝的也搞个利益了，现在你还想继续干，那不行。你们屁！站在满地遗体旁，俄国佣兵瓦格纳首脑抱起开枪，自己人。啊，теперь слушайте меня, сука, это чьи-то отцы и чьи-то сыновья и те, которые не дают нам боеприпасы, будут в аду。怒飙粗口，痛批俄军不给弹药，放任瓦格纳在战场上自生自灭。瓦格纳首脑再放话，当地时间10号就要撤军。We are pulling out of Bakhmut. We have only 2 or so kilometers left to capture out of 45. 俄乌战争的和谈，或者是巨大的瞬间灾难的发生，不管如何，俄罗斯完球蛋了，啊，俄罗斯完球蛋了，俄罗斯肯定跟中共国所谓的要再站在一起。但是俄罗斯只是个普京的俄罗斯，普京一旦出了事以后，俄罗斯跟中共又要翻脸啊，大打出手。而且我相信俄罗斯一定不会再存在地球板块，一定被解体啊。对，这是那个三年变局之初，我操操哎，比利米特，广州，我同意，比利基，贵州，比利基，德里贵州，谢谢吧，谢谢，再见。全员的战友，大家好，大牛好，哇，这个今天的片头很劲爆啊！这两天哇，真的是百年大局，让我们共同来开创，怎么开创？开创？开创？把自己要开可屁了呢，很好玩。那大牛先和大家来打招呼吧。菲菲好，小铁好，战友们好，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又可以来到菲菲秀，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嗯，太棒了。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片头是我们台湾农场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然后台湾农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关于台湾的这个新闻，那么希望我们的战友也去关注我们台湾农场的盖特官方号，之后大牛可以去多打打广告。那今天我们还是从这个台湾的选情开始，大牛。嗯，好的，这个菲菲，这个本周的这个选情啊，哇，跟上周又不一样了。这个2024的台湾的大选，就跟我们片头看到的这个葛屁柯文哲，他在这个红媒啊做的这个民调当中，他是首次获得第一，
哎，那但是啊，目前可以保证的就是说，这个柯文哲他可以说是第二名是做得非常稳，在上周他是有讲嘛，他刚超过侯友宜到第二，还不是太稳。哎，这一周呢是非常的稳，甚至就是刚刚有提到，还有一些民调他到了第一。而且呢，重点是什么？重点他是现在目前推出的三位总统候选人热度最高的。然后呢，这个葛屁他自己也说过了，他说什么？他说中共国要他出来选总统。哦，那当然这个已经我们片头也都看到了，这个文贵先生啊，对于这个卖台贼柯文哲的这个爆料。哎，然后呢，柯文哲他最近还说什么？他还说这个我们要继续跟这个大陆啊，去跟这个共产党去做生意。当然他不会这么说，他会说中国啊，就是什么？就是韩国瑜当年打的口号，货出得去，钱进得来，所以说呢，就是你看他们就是同一路人嘛，因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所以说呢，这个柯文哲啊，他现在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热度政治的这个里面热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很高？其实之前也有讲到，大家看到那个侯友宜他的民调掉下来嘛，那掉下来因为明年的选战还有就是立委的选战，那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这些立委小鸡嘛，他总是要母鸡来带啊，现在国民党的这一只母鸡啊，看起来啊已经基本上没奶喝了，已经快死掉了啊，所以说呢，那这个国民党这些小鸡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事？还是要生活嘛，所以就去蹭这个葛屁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柯文哲他现在声势是真的是很高的，否则这些人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去开玩笑嘛。他就是觉得说他的那个老母鸡就是没办法让他喝奶了，没奶了，哎，他这个以后选不上，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是吧？挣不到钱，所以他现在哎反过来去蹭柯啊，所以就也可以知道他确实啊现在是我们台湾这个是最红最红的啊，可以说是一个在政坛当中的。啊，有一点点类似当年的这个韩国瑜的一开始的这种味道啊，就是他整个串红之前的一个这种氛围，这种感觉。然后再来是什么？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对于明年总统大选讨论的最近基本上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那这个柯文哲跟郭台铭可不可以配起来啊？就是这个郭柯配一直在这个媒体当中啊再去讨论。哦，虽然说很多人是不看好的哦，但是呢，这个我个人啊还是觉得我是有一点点担心的。为什么担心呢？是因为这个，可以那个小姐，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换一下，就有一个那个台湾农场去做的一个街访的数据。这个呢是我们战友他们去做街访，总共呢街访了160位民众。你可以看到有高达 40% 的人他是没有去选择的，他是说这个我没有意见，他是没有意见，你看，对。然后呢，那这个没意见的70个人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中间选民。哦，那台湾社会最近最火的两个社会新闻，一个就是幼稚园的这个未读案，那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 MeToo 的这个案件，它是直接影响到就是这些中间选民，就是年轻人跟女性。好，然后呢，那就是郭台铭他又可以去影响什么？之前有讲，就是前两周还有一个很红的议题，就是那个黄仁勋来台湾 AI 的一个旋风，他打着什么？打着年轻人创业。所以如果说真的到最后变成是郭柯合体的话，这个真的他是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突然串起来。因为之前也有提到，就台湾今年的选战是面临什么，他是面临着就是因为蔡英文已经执政八年嘛，民进党执政八年了，就是说台湾大家觉得说应该要政党轮替了啊，我们要这个守护民主，所以要政党轮替。但是呢上周我们也跟大家提过了，现在的这个立委的选战可以看起来是因为是这个民进党绝对不会过半嘛，那不会过半的状况下，就是蓝的再加上白的，就是国民党的再加上现在柯文哲的这个，
感觉是非常有机会他们会过半的，所以那也可以知道了，如果真的让郭科佩最终他如果真的拿下这个总统大位的话，不管是谁当正的，这个台湾不是正，确实台湾是政党轮替了，变成是共产党完全执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危险。嗯，菲菲，嗯，这个首先我要更正大牛一下，这个鸡是没有奶的啦，怎么可能母鸡有奶？你这开玩笑？对呀、啊，所以有奶也是假的，好不好？怎么可能母鸡有奶？你开玩笑？所以就算有也是假的。然后这个其实啊，我们看这个是我们台湾农场出去做的民调，就我相信说是更比较客观一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没意见是共产党也想要拉过来的，国民党也要想拉过来，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党，那么中间派那么也就是共产党也想拉过来，那么民进党也想拉过来，那么我觉得说也应该是我们爆料革命，我们新中国联邦要去争取的那一块人。那么我觉得怎么样去争取这块人呢，就是说这个你看我们战友啊都在说啊大牛很帅，这件衣服很好看，对吧？还有就是有说这个七哥惊喜，有七哥真开心，也就是我们拿这个为真不破，拿事实，拿更广泛的我们的传播这个信息去影响这一些人，就像现在的这个就是科屁，对吧？科屁那个葛屁也好，科屁也好，他的这个国安七局还是什么什么七局，我相信啊，这个军委七办，这个很快应该就会，就是说郭彦宪人没有办法发声，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讲这些事情。但是呢，很重要的是说，大家有没有记得说郭彦说让他去演一演，对吧？你不演，你现在就说这很没有意思的，你一定要让子弹飞一下，就好像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况、啊、就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就是郭院士开冬奥会那会儿就说是普京要拿这个乌克兰，然后习近平要拿台湾，然后又说到了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一直说到了说俄罗斯一定会解体，那你不让人家演一演，对吧？你不让他演一演，他怎么可能就是最后来论证说我讲的是真的，对吧？我讲的是很符合逻辑的，我这个是有情报来源的，是不是？那现在的台湾其实也是一样，我认为说是说这个台湾接下去的这个总统大选到底会不会在哪个节骨眼上，这个科屁和这个国什么什么七局的这个新闻就砰跳出来了，然后让台湾人能够看到真正的事实。我们知道那份文件在郭先生手里。大牛，是的，这个也可以看到，其实2020年那一次的这个大选，就是七哥他那一次，我记得2019年就率先说出来是。也是一样，是郭文贵最早告诉全世界，就郭台铭要出来选举。结果后来郭台铭就说这个，妈祖托梦，他要出来选举了，是吧？就是完全被这个七哥验证。那当然还当时就爆料了，还有韩国瑜跟这个柯文哲。所以呢，其实真的是，虽然说让这个柯P演演，但是也很怀念，就是很思念的。如果这个七哥现在在的话，我也很想听听，就是七哥对于这些卖台贼的这个爆料，不会说让他们现在在台湾就是这么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嚣张，就是完全整个台湾的内部被他们搞得很乱。就刚刚我们主要讲的是就是一些政治层面台湾发生的事情嘛，其实台湾最近社会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这个停水啊，什么停气啊，停电啊，这个就不说了，这个一直就从2021年之后就一直在不断的在各个地区不断的发生。然后最近还有什么，最近呢是这个被调查出来，就是说中共国呢他派人写这个恐吓信给台湾的这种各大公共场所，说这个譬如说有这个卫报弹啊，说我要放一些什么炸弹啊等等，引起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恐慌，而且呢是浪费台湾社会的资源。
而且更进一步是什么？更进一步竟然还有人提议说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查到了啊，这个匿名举报的这个 IP 啊，好像是在对岸。哎，那但是因为对岸现在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没办法抓到这个凶手。哎，所以我们没办法阻止这个，感觉好像没办法阻止这个事情。哎，那我们是不是要跟共产党合作？哎，一起来去抓这个凶手？你看这个都有人在说，所以说呢，就是整个台湾的社会，还有本周呢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共机啊也是一样不断的扰台，而且是不直接穿越那个台海的中线，是不断的这个穿越。然后呢，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郭台铭嘛，跟这个柯文哲，最近韩国瑜也是这个蠢蠢欲动，所以说呢，整个台湾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乱，而且这个乱呢，它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红色啊，它是藏在绿色跟蓝色里面，就蓝的里面也有红的，绿的里面也有红的，都有。哎，然后怎么样呢？他在蓝的里面红，他伪装他是蓝的，哎，他就拼命骂你绿的，死命骂。哎，然后绿的里面呢，他也是，绿的里面的红的，他也是伪装成他是绿的，哎，遇到你蓝的，他也是拼了死命骂，就是要干嘛？就是要制造仇恨，就是要制造对立，就是要分化你这个台湾的，从内部去分化你。所以那你说蓝绿一看到大家就开始在对骂了，怎么可能会合作？怎么可能会去发现？哎，原来这个是红色搞的鬼，是吧？甚至说我们要一起去对抗红色，我们不应该在自己在吵架。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现况，就是越来越乱。但是呢，大家呢好像没，就基本上还是没有一个危机意识说，啊，这个我们应该要先放下这个蓝绿之争，大家应该一起先对付这个红色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台湾的社会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就是往一个越来越乱的方向在走。对，其实我觉得是说台湾人老是把自己比作说我不想变成第二个乌克兰，但是呢，其实面对的对手呢，说一样也一样，说不一样也不一样。因为乌克兰面对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的那一套呢，虽然说是和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有这种相似性，但也不完全相似。但中国共产党呢，其实对待台湾的这个策略呢，是比较类似于他对待美国的策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台湾当作一个小美国来看，就是他美国用 3F 计划在台湾其实也是，我认为是这个 3F 计划。那么问题是说呢，这个是说我觉得俄罗斯和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种关系，两个民族都是战斗民族，其实原来是同根同源的战斗民族，就和中共国和台湾一样。其实他们的更容易说是，哎，擦枪走火，然后激励起来，就是这种直接就干起来。那我觉得呢，是中共国啊，我认为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说，郭先生说以前历史上老是这个俄罗斯来坑这个中国人，哎，这一次是中国人把俄罗斯坑了一把。那现在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习近平他在这个俄罗斯，我们刚刚看到说俄罗斯马上就真的会解体的，就是说普京这次是真的被习近平害惨了。就是两个人，你记得去年的二月份，去年的二月份开了冬奥会，冬奥会是2月20号结束的，2月21号普京的军队开始开往这个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的边境，然后是2月24号正式向俄罗斯乌克兰宣战。所以这两个人是完全商量好的。但是现在如果说这个普京如果败了，或者说普京如果现在是这个就是被政变掉了，然后普京现在如果说是出了问题，那么习近平到底还会不会坚持执意要打台湾呢？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上次其实是看到说习近平的大将们，包括那个张幼侠，那张幼侠现在就是连张幼侠也不太支持习近平这个打台湾，因为觉得说这个国力不能支撑这个打台湾，现在的这个对外出口，这个外贸经济会越来越糟。那么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还是指望说最后是通过这个就所谓的说是蓝金黄 3F 政策要再搞乱一下台湾，然后再可能说是出手呢？
或者说他想偷偷摸摸的这个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当美国这个经济或者美国的这个疫苗灾难发生的时候，然后或者说世界的疫苗灾难发生的时候开始来下手呢？大牛怎么看？嗯，是这个关于这个瓦格纳这个我刚刚上节目之前也在，但我这不知道他到底真假，我就在推特上面随便看了一下，然后就有看到就有人说那个瓦格纳他已经跟那个白俄罗斯去谈判了嘛，然后好像已经就是又掉头了，已经原本已经快到那个莫斯科了嘛，然后后来又说掉头。那不管如何，首先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他是这个完全没办法接受的。就一个独裁者，你看那个习的那个样子有没有？看到他跟那个布林肯握手那个样子，哇，我就恨不得他把那个鼻孔再往上朝，这个大概45度，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我觉得他是没办法接受。就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可以讲就是这个基本上普丁的这个。过去大家对他的这种一种算是一种敬畏吧，或者什么的，或者他的威信完全的荡然无存啊，所以说呢他完全就是说已经这个独裁者可以说是原本有两个，一个普丁，一个这个习包子，哎，习始皇，对，然后呢这个已经普丁可以说是去掉一半了，大概剩这个一个半。但是呢你说这个习始皇他到底会不会增加，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打台湾关系，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台湾的话，那肯定这是他的首选，就不用说了。就是现在在台湾为他卖命的这些卖台贼，其实这个到底俄乌战争就会怎么样，这个很多战友都说我真的也不太知道。但是呢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就看到就真的是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就普丁当时就是七哥也告诉全世界，对吧，背后就是共产党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主谋。那反过来看现在的台湾，我们刚刚讲什么，刚刚我们在讲的是郭科佩，你知道这个郭科佩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的是直接放弃国民党，他转去支持第三政党，那不是跟普丁的下场是一样吗？就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但是呢国民党呢更蠢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就像我们农场有一位战友讲的，就是国民党不断的跟民进党合作，每一次的合作都被共产党骗。诶，我刚刚是不是讲的民进党，就国民党不断跟共产党合作，每一次合作都被共产党骗，然后呢骗完之后共产党不断的壮大，国民党呢不断的萎缩，到现在你看他可能萎缩到原本以前还是，如果这次真的变成是郭科来真的最后去这样去竞选的时候，因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候选人可以来去跟郭科去做一个这个比拼，就基本上是没办法的。所以那你也可以看到跟着共产党他最后的一个下场是怎么样，那就是你可以看到普丁看到国民党的例子。所以台湾呢更应该看得清楚，因为毕竟台湾呢它是在国民党时期，我们之前讲两蒋它总结的很好嘛，就三不政策嘛，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所以应该是不接触在全面，就不完全就不要去接触它，甚至还跟它去谈判，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啊，当然就是我们又说回来，就如果说到这个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肯定这个是习最大心愿。但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提了，独裁者对他来说，就他的政权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一旦只要他的政权不确定，就要丢掉政权不确定性是在往上提升的时候，那我个人认为对台动武他也是不断的在往上提升。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郭文贵他跟全世界爆料太多了，第一个你说谁先最先说出俄罗斯会解体，谁先最爆料郭台铭要参加这个大选，谁告诉全世界柯P拿到军委七办的这个这些情报，都是郭文贵。所以说呢那也可以就是说
我刚刚说七哥爆料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就是，嗯，我想一下，对，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呢，就是说，就是等于是，哦，七哥也爆料了，就习呢，他要打台湾是深入到他的骨髓里面去，就他一定要拿下台湾。那所以，那你看他今天如果看到普京的这个下场，就像七哥讲啊，如果真的好开始真的有点动乱，然后有一点这个内乱，甚至是内部的经济问题等等产生的时候，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增加习他要对台湾动武的决心？那是肯定是会的。所以说回来，就台湾为什么才会这么危险？就因为就是菲菲之前提到，就台湾的选举大家还在被娱乐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以上这些台湾的这些新闻，有哪一条跟什么台海战争有关系啊？跟这个共党现在要这个武统台湾啊，要拿下台湾有关？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就台湾还是只在自己台湾里面，然后再看这场哦蓝绿的这个选战，所以特别特别的危险。嗯，菲菲，这是我的看法。是，其实我接着大牛刚刚的话题啊，说七哥说就是习近平从骨子里面他就想要征服台湾，然后呢据之前的这个消息啊，就是315之前，但是呢也是在应该说我记得应该是512之前，那我还能收到电话的时候呢，是说他觉得说习一定会打。那么但是呢他之前也说过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啊，我们不能拿别人的生死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我们不能把别人置于危险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牺牲这些普通老百姓去愚弄大家，然后去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了所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那我们怎么消灭共产党呢？我们叫做要以利打利，也就是要利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打死习近平，以利用习近平打死他的政治对手，利用在台湾的习近平的对手打死习近平，打死他的政治对手，或者利用习近平打死他在台湾的政治，就是他的就是和他不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共匪，那么利用习近平在这个美国这个遭受习近平伤害，然后要被习近平这个整得半死的人去干掉习近平，当然也要借习近平的手去干掉一些这个非常邪恶的这个卖美贼卖台贼，对不对？这样我们才能赢。所以呢这个事情是说习近平一定想打台湾，但是我们刚刚又说到了张幼侠，他可能对吧，这些你可以把张幼侠或许可以比一比这个瓦格纳的现在这个叫什么布里金什么金金啊什么那个人，这个乌克兰人对啊，这个瓦格纳叫格里普里葛金，会不会这个张幼侠会变成第二个普里葛金呢？会不会，对不对？这个有没有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有一个第二个普里戈金呢？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说，郭先生还说过，台湾是受到上天保护的，他觉得说台湾终将获得安全。那你看他老人家他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我总结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现在的局势啊，看现在的局势，我认为说习很想打，但是有可能他在打台湾之前自己先被打趴下了，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希望啊。我这个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瓦格纳军队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在6月13号，现在是我们美国时间的6月24号，那么6月23号呢，这个瓦格纳军队呢就开始反戈了，但是呢他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普里戈金啊，他说他这个不是军事政变，然后呢23号那一天呢，这个普里戈金直接就向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开始宣战，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直接就说要刑事立案，指控他这个武装叛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说，非常快就在23号，瓦格纳就宣布已经占领了俄罗斯的托付的南部军区，然后呢直到是说这个24号，也就是一天以后，你知道
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已经离莫斯科有多远了呢？只有200公里。200公里就相当于我们可能到这里，我上海到杭州，我不知道你们台南到台东到底多少距离，反正大概就是开车2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短短的23号到24号这一天里面，瓦格纳军队他的部队已经离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了。然后现在就在今天呢，不久之前，可能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首相这个总理就是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说这个瓦格纳的这个首领呢，他飞去了白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发言呢，说他是去谈判，他说现在呢，这个人已经达成协议了，说啊，这个他不再武装起义了。然后昨天的时间就是说，这个人他说，哎，离200公里的时候，他说他给撤退。那么说呢，他人呢飞逃亡到这个白俄罗斯。那么因为他不再叛乱呢，这个俄罗斯呢就不再去这个抓捕他，取消他的刑事制裁。那么留在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军队呢，就收编国家军。那么据说呢，还有流出来的消息是说什么东西呢？他说他们谈到了3条这个就是所谓的撤军的协议，里面是说到什么呢？第一条，绍伊古要辞职；第二条呢，就是说瓦格纳雇佣兵呢要得到特赦；第二条呢，允许他们返回非洲，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老家去。大牛，你认为说像普京这样的一个独裁者，就类比说如果张幼侠叛变了，你认为说普京能饶了他吗？你认为习近平能饶了他吗？今天说不杀，明天能不杀他吗？你认为说像这个瓦格纳的这个普里什么金啊，这个人他会如此之幼稚的认为说普京会不杀他吗？不弄死他吗？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些瓦格纳的军队啊，我相信这个瓦格纳的军队也不可能说只有一个指挥官，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指挥官，然后大家他说撤就撤，他说退就退，然后其他人都能够说啊，这个大赦就大赦了，我以后不会弄死我们。大牛，你认为说他们有这么愚蠢吗？或者这么天真吗？这些可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如此天真和愚蠢吗？大牛。哎，肯定不会。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就刚刚讲嘛，独裁者，那肯定你影响到他的政权，等于影响到他的性命，他肯定把你干掉，就绝对把你干掉。因为他不把你干掉，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他被干掉了，所以肯定他是要去把你干掉的。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瓦格纳方面，因为他这个就是有点开始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哇非常的关注嘛，然后这个事情也真的是很大，诶，但怎么会突然然后就有点感觉好像是180度转弯的这个感觉，其实也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不管如何，就是就像刚刚菲菲说的，就如果我们就以正常去想，那绝对不可能会饶了你嘛。就像如果说这个张幼侠，诶，如果说那你说习他现在这个他如果起来叛变，那你说怎么可能，或者是就算叫他打台湾他不去打，哇，我觉得可能马上把他干掉。你怎么可能不你不听习的话，那还得了啊，直接就把你干掉了。连那个就是那个胡锦涛都被架出场了，然后最后那个江泽民连水晶棺材什么东西都没了，水晶骨灰坛也没了，直接把你的骨灰随便乱撒，对不对？这个就是独裁者，就他永远只考虑他的个人利益，他只考虑他自己，他完全不会去考虑任何人，更别说你是挡他的路的人。嗯，我是这么想的，菲菲。没有错的，其实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我不相信这些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人会如此之天真，尤其是说这个瓦格纳的这个首领啊，他如果一旦投降的话，我相信啊，在整个俄罗斯境内会有更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起义出现。因为大家都害怕嘛，对不对？这些士兵，你想想看，俄罗斯的士兵现在也恨普京，瓦格纳士兵也恨普京。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与其冲上乌克兰前线去和乌克兰士兵战斗，还不如冲向莫斯科把普京干掉，然后大家全部都活，
所以我觉得是个正常的人都有正常的判断的，尤其是这种已经这个今天脑袋在自己头上明天脑袋不在自己头上的人，更加我觉得头脑清醒活命最重要，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能不能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自从这个瓦格纳这个士兵开始造反以后，我们洗币就开始涨，而且这个提前点比瓦格纳造反还要早，就是有人已经有消息说明天瓦格纳要造反，所以我们洗币涨了，而且涨得莫名其妙。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坦白的说，这个价钱绝对不是我熟知的这些战友去拖起来的，我熟知的这些战友其实也是拿了好几百万，我们也是都是穷人，就有几百万的已经是很多很多钱的人了，他们的钱呢在这个之前的十五六块的时候子弹都已经打完了，现在也是前两天跌到十块钱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对吧？只能看着他，然后也没有钱再接了。哎，但是呢昨天这个悄悄默默的就感觉什么情况，而且是在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军队这个叛变之前，我们的洗币就开始悄悄默默悄悄默默的就开始往上涨了。那到底是谁这么有情报呢？那或者是说还有一件事情是说，你说这个郭先生跟俄罗斯人的这个关系，郭先生是知道说为数不多的知道说这个普京是有肛门癌的人，对不对？那么郭先生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玩的一手 好牌叫做以共面共，那在俄罗斯里面是不是也有一手好牌叫做以俄灭俄呢？是不是以俄灭普京呢？是不是就是俄罗斯为什么，不然的话郭先生怎么知道俄罗斯会解体啊？而且猜得这么准，是不是？你看现在就是要解体的样子，就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事件也就是背后有很多的人发现哇太牛了，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去走的，大牛。没错，这个不得不说，对，我记得七哥说一句话，那时候是在讲说这个台海战争如果真的这个爆发的话，那七哥绝对是这个历史上第一位这个顶级的这个情报战略大师，这肯定没错。你看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断不断的一直在被这个七哥的爆料就验证当中，连准到就是我们像我一直觉得很夸张，就是 FT 不是，是币安他被查，在六月份被查，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币安被查，然后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也是一样。所以说呢，其实七哥之前也有讲嘛，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很关注这个爆料革命，所以为什么你说在这个瓦格纳还没有叛变之前，我们就已经悄悄的在往上走，就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不过呢，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一点，就是世界它越来越乱，就台湾。好像也是越来越乱，美国好像也越来越乱，你说俄罗斯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它也越来越乱，而且这个越来越乱呢之后，那你肯定，那你说乱到最后到底是谁他会得利，那肯定就是新中国联邦。为什么是新中国联邦？刚刚菲菲提到我觉得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疫苗的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说就是疫苗的这个灾难它大面积的来临，这一次呢在看那个瓦格纳的一些那个照片里，我有看到，但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假，你会看到呢很多是俄罗斯的人民，他们拿着食物，他们拿着这种譬如热咖啡啊热汤啊，他们去给瓦格纳的这个军队。为什么呢？那你可以知道民众他们是受不了独裁者的，民众他们是想要自由的，他们是有这个判断的这种雪亮的眼睛的，所以他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挺身而出。那这个东西呢，你说在现在在这是因为俄乌在战争之下，所以他们直接站出来。你看台湾也没有嘛，台湾现在还是这样，对不对？还是自己在这边自嗨。那你说就是现在在美国其实也差不多也是在内部在很乱，那你如何要让大家集体有一个共识？那你肯定是大家要集体有一个危机感，就像我们在讲台湾为什么要危机感，你蓝绿本身你就要
面临到说啊，台湾现在真的很危险，我们现在连性命都没了，我还在内部在这边吵架，连性命都没，当然要一起先对抗共产党嘛。那所以呢，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疫苗，现在西方主流是一直在传的这个疫苗真相。疫苗真相如果越来越多人知道的时候，它会唤醒大家。虽然最近出现一个更扯更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病毒溯源报告，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它现在是这样的结论。你的这个疫苗的真相，如果持续的让大家知道的时候，这个疫苗如果是有问题，那代表它是这个，那病毒肯定也有问题嘛？它是这个生化武器，这所有一切，这到时候会被大家知道。大家一知道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就真正的变成是全民，就像俄罗斯看到一样。为什么俄罗斯大家现在都可以判定说他一定会被解体？除了七哥讲的之外，你看到俄罗斯这种明星，他就是向着瓦格纳的军队，那代表像什么？像就是他不要普丁嘛，他们想把普丁干掉嘛。那就跟在中共国里面一样，很多人他是知道他很不爽，但他也是在很多人，大家其实讲的，大家都为了自己。我没有看到真正那一刻，就是譬如说，哎，我真的觉得。我反正我只讲我自己观点，就我真的觉得，比如说，哎，这个世界真的他下定决心，尤其以美国为首，要跟中共国透过，哎，我看到了，哎，所以好，我也要站起来，就跟那个在俄罗斯里面的这些人民看到瓦格纳的军队一样，我总是要看到一个信号嘛，我才会站出来行动。那我没看到信号，你说这些人民他去行动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就是刚刚菲菲提到的这个疫苗问题，嗯。现在这个大牛提到了这个疫苗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昨天是出来的，美国的这个 Intelligence Committee 啊，就是叫智什么智慧委员会啊，还是什么情报委员会，然后他出的一份关于疫苗的报告，难得报告那么短哦，难得报告那么短，他得出来的报告里面，可能这一份报告我粗粗的读了一下，一半是在解释这些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是陈述了一些各方的观点，最后这份报告得出来是说，就是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这个人传人呢，动物传给人呢，还是从武汉实验室放出来？他说两种可能呢，现在都还很有可能，就等于是说他说了什么都没有说。哎，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很失望，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战友来看，我们很失望，就觉得说，哎，你这个东西太扯淡了吧，这个都这么多听证，这么多东西又这么慢，最后出来一个这个完全没有结论的报告，这不是你这个美国人，这些报告委员会都是吃什么东西，就天天就是赛过很官僚，当然他我知道他们也很官僚，但是我相信不至于官僚到如此之地步。我就认为说美国的这些科学家，美国的这些调查部门不至于官僚到如此之地步，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郭先生的这个案件上啊，哎呦，那简直就是积极的不要不要的，对吧？这个那简直，我觉得就是每一条缝都要去钻一钻，每一个不存在的理由他们都可以把它显示出来。所以我只能认为说，这是一份拿出来应付大家的报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说，他既没有说这个病毒是五毒所放出来的，也没有说这个病毒是就是确定是动物传给人的。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说，我没有结论。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没有结论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然后顺便我再把另外一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跟你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两天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东西啊，乌克兰的总理，我们讲到这个瓦格纳，我们就要讲乌克兰的总理。你知道乌克兰的总理在前面两天22号的那一天提出来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乌克兰的总理他说他认为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允许俄罗斯冻结的资产返回俄罗斯联邦，这意味着自由世界的失败以及对乌克兰的不公正。他说啊，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资金应该成为这个乌克兰经济复苏的这个主要的来源，乌克兰的经济复苏不应该依靠于自己的纳税人，就是他们的国民，或者说是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也就是必须去制裁或者是冻
动用这些俄罗斯人被冻结的这些财产来补偿乌克兰人，来重建这个乌克兰的国家。但是呢，这个里面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啊，让我很震惊啊。他说这个世界银行说重建乌克兰可能需要花费多少钱，花费4110亿美元，也就是说他说他们22年的 GDP 都没有这么多钱。那现在的整个乌克兰的伤亡是到达什么程度啊？是到达22000个乌克兰平民死掉，1500家医院损毁，然后他说他的10%的教育设施和50%的能源设施全部都受损害。那么他说他有240万人已经完全无家可归，这个损害的这个程度已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一次这种事件。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先说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面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了是说这个他们已经要去拿制裁的这个钱去惩，就是来弥补乌克兰的损失。那么在前几段时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访中，那么在美国国务卿访中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这个李尚福会不会被取消制裁。但是就算访中也没有取消这个李尚福的被制裁，也就是说美国人永远 hold 住一个机会，叫做说你一定会被我制裁，你一定会被我冻结财产，说不定是用来弥补我美国的损失，或者弥补台湾人的损失。他们在等待一个契机，就是在等待疫苗灾难的发生，因为现在时机还未到，所以他的所谓的这个就是病毒报告并没有完全清晰的指出这个中共国就是背后的凶手。但是他们，我相信背后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你知道说之前的两份报告，一份是从科学角度，一份是从政治角度，已经完全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能力、企图、动机去放毒。那么现在只是说没有到这种让什么叫墓碑文明，让大家全民痛，就像台湾人没有全民痛，只有当美国人全民痛的时候，我一定要抓住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人，也就是说来负责。那么怎么负责？唯有钱是世界上最可以去负责的东西。你李尚福就是我抓住的那个第一个，现在最大的，可能是最严重的，最广为流传的这个人，我怎么能把你放掉？你就是那个标杆性的人物，接下去会有第二个李尚福，第三个李尚福。我跟你拜登再怎么跟你谈，你还是有个李尚福。因为关键是说拜登也需要从中共国的这些盗国贼身上拿到钱，这就叫以共灭共，以美灭共，拿住盗国贼的钱才是拿住盗国贼的命。所以这是我认为的。那当然我刚刚说那些数字我是正好顺便说出来，我希望台湾不会变成第二个这个乌克兰，这个我觉得是说实在是太惨了，这对台湾来说是不能承受的痛苦和损失。大牛。是的，这个祈祷这个台湾不要变成这个下一个这个乌克兰。但是就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这不知道，这个确实是要看这个，首先肯定要看这个习始皇是吧，他什么时候那么真的是这个受不了了是吧，他就这个可能随时打台湾。但是呢，就对比台湾跟乌克兰，当然台湾可能开战之后全民非常非常团结，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可以看出来什么？看出来就是说乌克兰的这个大家看到的全民的这种团结，这个正是台湾最最最最最需要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呢，刚刚因为我抱歉飞，我上一个那个我漏讲，就是我全世界，我那时候在讲说全世界很乱，就是现在乱到一个这个地步，就跟刚刚飞飞说的，你说这个，不过你刚刚提到那个病毒为什么溯源报告它这个这么的鬼打墙，哎，我听你这么解说之后，我觉得哎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完全我就觉得很扯，怎么会？就是你明明之前都已经发这么多，你还说你知道有什么员工从屋顶被推下去什么，你都知道的这么详细，然后你现在突然又马上又好像就这个事情，就好像最近那个古巴间谍的那个基地一样，应该是白宫说没有没有，然后后来人家再继续报，说有有有，好像现在有
你知道吗？就是在重复的在这种上演非常非常荒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个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只知道他们在后面的这种勾兑。而且呢，就像菲菲提到，当疫苗灾难它真的来临了时候，那个时候呢，全民一致的，因为会知道真相嘛，那肯定我要去对付这个当时释放出病毒制造疫苗的这个人，那肯定就是这个共产党，所以肯定是要消灭这个共产党的。所以说呢，那在这一切之下，就是全世界虽然说现在都很多事情就非常的也不知道，就真的看不懂也不知道，但是呢只能感觉到越来越乱。但在越来越乱之下呢，是什么唯一的，刚刚我们提到得利者是谁？你最终如果说唤醒全民的时候，你要灭掉共产党的时候，全世界现在越来越乱。就像昨天瓦格纳他要返回去打俄罗斯打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的洗币一样，很多战友都在讲，哎，这个马上再推进就要到50了，真的，如果真的到这个莫斯科了，马上要破100了。对，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我也相信肯定这样，那就是因为首先七哥他早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已经爆料给全世界，这个很多顶层人士他们都是在听七哥的爆料，他们肯定也会提早的去做出他们的决定。所以呢，那你就可以看到，就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它也是要乱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进行全部的重整跟重新分配。不管在任何的领域都是这样，你在经济的领域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有重新的这个分配，像我这样的那么穷的战友，也才会有重新分配财富的一个机会嘛。你没有这样机会，你怎么重新分配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到，就是世界它虽然在不断不断的越来越乱，台湾就像刚才讲，台湾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随时随地很有可能马上开战，但是只有唯独新中国联邦它是越来越乱的最大的一个受益者跟得利者。因为郭文贵先生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告诉大家中共是制造病毒的，而且放出这个病毒，而且这个病毒会人传人，然后再告诉什么？再告诉大家说，哎，我们现在有羟氯喹，我们有这个异位菌素，甚至为之后的解药的青蒿素，然后再告诉全世界毒疫苗的事情，这些都是扎扎实实的告诉全人类，就没有人能做到。所以说呢，那肯定在世界越来越乱，只有我们新中国联邦才是那一个，就是菲菲一再提到的最后打扫这个战场的人，这个是我的理解。菲菲，没有错的，我真的是非常，我最近一段是越来越看到了这种希望啊。虽然说郭建现在这个处境有点艰难，这个有点尴尬，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也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说郭先生他现在承受的东西是他必须要承受的东西，因为他要消灭这么大一个邪恶的共产党，要铲除美国这边的这个阻碍我们消灭共产党的这些卖美贼的势力，所以今天他的这些遭受的这些灾难，我觉得是他必须要承受的一些事情。因为你要成就如此之大的这个事业，或者说是给人类带来如此之大的这种往正向的这种变革，你要面对如此巨大的黑暗的这个势力，有一些难是一定要受的。那么话反过来说呢，又有一些人他们永远都是做错误的选择，就是一直是拿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就像普京，现在的普京是扎扎实实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无论是世界上哪一个媒体都在说这个美国人的这句话叫做 backfire， 也就是翻译中文就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说你本来想打敌人，一枪打死自己了。现在普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那么习始皇难道不在做这个事情吗？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其实是看到，就是说现在我的理解是说，这些这个报告为什么没有这个直指
就是矛头如此之激烈的指向共产党，美国人不是说他不会矛头直指的指向某一个人，你看他们现在对待郭正，那绝对是，对吧，穷凶极恶的。那美国人他会不会有一天对共产党也穷凶极恶呢？他在找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呢？当然有很多背后的勾兑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这叫做民心和民意。台湾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老是最后会现在可能这个柯文哲和郭台铭上呢，或者说他们两个人可能还会上去呢？因为台湾人没有意识到说这两个人上去代表现在的第三股力量，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当中的那股红色力量叫做共产党准备要执政台湾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民心民意没有开启。那么民心民意要如何开启呢？最糟糕的是说民心民意都是在痛的不能再痛的时候才被开启，大多数的人要一定等到说痛的不能再痛的时候我才能清醒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更广泛的去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说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又应该庆幸我们是那一群非常这个有使命的人，在这个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自己就清醒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清醒过来了，没有打疫苗，没有这个跟着共产党，而站在了这个郭先生的身边去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有运气的一个地方。那么重要的是说，我是觉得说现在美国是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联邦是新中国联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说，譬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李尚福，你想想看瓦格纳的这个头领他是多坏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把这么多人这个又用了这些劳改犯做雇佣军，现在因为他调转枪头对准了独裁政府，独裁者普京，哎，一下子变成英雄了。那你李尚福你现在虽然在制裁名单上，有没有可能你清醒过来了？你想想看，你跟着习近平去打台湾，你一定是战争犯，你和你的家人将永远被列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说你在你活的时候，活罪难逃，死罪就更难逃，永垂千史的这个恶名，是不是？但问题是说，如果你能够清醒过来，突然之间把你的枪头调转向这个习死皇，是不是调转向这个独裁者，你就变成英雄了。因为世界老百姓并不在意说你们台上谁上谁下，我们在意的是说我们要干掉独裁者，这才是重要的，是不是？那李尚福下面 有多少人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说，我们应该把枪掉过头来 backfire 那个习近平这个习死皇。你下面所有拿着这些经济权拿着这些政治权力的人，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你应该调转枪头对着这个习死皇，是不是？那我们才能赢，我们才能迎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那么新中国联邦郭先生爆料革命，我们是一群绝对不走极端的人。而且就从我们的洗币价格的这个上啊下，我们就来可以看到说，首先是说哪怕在10块的时候，我们的战友仍然在坚持，但凡有一点点好消息他就在往上走，大家对于新中国联邦的信心从来没有消退，这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很少的一群人难得有的如此的齐心，如此的有正义感，如此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中国人民主和自由，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群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说接下来的洗币不会有更多的好的消息出来呢？我们会走向更好的。郭先生一再强调说，货币我们这个币要未来是说提供给所有的更多的人，说我是一个币的提供商，我要让我的币有稳定的价值，这是洗币真正的意义。无论它今天是 A 交所 B 交所洗交所还是什么交所，我的币，我作为货币的提供者，我的责任在于说我要稳定我的币的购买力。你看看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走在了这些独裁者之前，我们从最根本的老百姓的利益生活上面解决了说我们要创造的未来是更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财富自由和财富的公平。大牛，是的，这个说到这边不得不先说，想要
这个保财保命报仇，加入新中国联邦就没错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想保命保财报仇，再讲一次，加入新中国联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唯一一条路。你说说到刚刚台湾，你说台湾现在看起来哇好像真的没办法了，感觉好像就是又很难去唤醒，就菲菲刚刚说的完全没错啊，你不流一点血，就这个社会它很难很难它会去醒过来，就连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嘛，你我们也很难从每一次错误当中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去醒过来醒悟过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一个人都这么难了，哪怕到又由这么多人去组成的一个社会，要让社会他去醒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多难了。就你都不说台湾了，台湾也才是真正你说实行民主也就大概这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说美国，美国他到现在被渗透成这样子，他真的他要醒过来，就像刚刚菲菲说的，那你怎么在其他事情上面哇这个看起来好像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怎么对付一个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战略情报大师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这么积极，然后就是要把你关在里面不让你去说话，这个不是非常非常的荒唐吗？但是不管如何，就是这个七哥他也曾经爆料，就习他就是魂不吝，他很能可以忍受，忍受什么，所以他你说他一直苦撑撑撑撑，他撑到现在他到底想干嘛，就肯定他的，我个人认为他的最终目标他肯定是要挑战美元，他就是要拿下世界的这个话语权，很这个就是他的目标，所以在此之前他都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一直的去忍耐，一直的去假装，但是呢回过头来还是一样，只要你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权，等同威胁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肯定马上把你干掉的，二话不说绝对马上把你干掉。所以说呢，那就像七哥也说了，就独裁者他之所以最后独裁，独裁到那一个人，哎，那就是大家的目标其实也很明显了，到最后非常明显突出来了，哎，就是那一个人，只要有人哎真的他去，就像我们看到的，就瓦格纳一说要这个掉头，哎，朝着这个俄罗斯前进的时候，哎，很多人民就纷纷的自动直接站起来，这个就是就刚菲菲也提到了嘛，就民众大家都是想要民主自由的，不要这个独裁者，而且呢我们也在去对比，你看这两个独裁者现在一个剩一个半了，那个半可能剩下这个 0.25， 为什么？因为刚刚菲菲提醒我还有这个菊花癌，对不对？你是这个这两个这个独裁者，他们都是不断的在为了自己，他是为己，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世界顶级的战略大师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为什么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他为的是大家，他为的是别人，这个也是他跟独裁者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那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我像我也是最喜欢看这种美国英雄主义的这种电影，每次怎么样，每次呢这些英雄他们都有一个必备条件，就是他会配一个美女或配一个小孩配一个什么，就是怎么样，他是为了要救这个人，所以他最后他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然后他最终把这个人救了。坏人呢他是因为他自己，所以最终他还是会战败在正义之下，所以呢就中间这个过程我也看不懂，我也觉得很复杂，但是呢可以知道是因为七哥直接把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就全世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向，就你就问嘛，那你说习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撼动美元，那你说真的要撼动美元的时候，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团结起来？ 你直接影响到美国核心利益嘛，那肯定直接团结起来去干死习的。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就是共产党的灭亡，就像七哥讲肯定就在眼前的，甚至分分钟它都有可能去发生的，而我们要做好的就是在共产党灭掉之前呢，肯定就是跟新中国联邦站在一起，你就可以保命保钱报仇。嗯，
谢谢大牛，这个我非常赞同大牛的观点啊。然后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我战友也有很多这个很精彩的评论啊。那唯辩不辩战友说，不是威胁的，而是怀疑你对他威胁，就会干掉你。那么最后呢，我拿还有一个战友北纬十八度战友的这个话来总结一下，叫做不用放下屠刀，只需要你调转枪头。这个说不定你立刻从制裁名单上的那个人就变成了这个灭独裁的英雄，何乐而不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感谢大牛，感谢所有的这个全球的战友的支持。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所以说中国东北的如果再有什么幻想花你的一生，短短的一生，你可能剩下的还有几千天或者是一万天两万天人生，来赌一个普京的命运和习太阳的命运和中共国家的东北发展未来一百年的命运，你能活一百年吗？你能等到中国到来的时候吗？是吧？又是一个画完的永远得不到的大饼啊！那将是一场噩梦啊！我相信东北三省要将葬身火海啊，将发生剧烈的战争啊！俄罗斯人不敢跟美国打，还敢和你东北打。东北到处是一帮俄罗斯要饭的啊，抢劫的。那东北三省还做美梦呢啊！俄罗斯人来了，也穿上貂毛大衣，戴上貂毛的帽子，是吧？吃着俄罗斯面包，你做梦去吧你！怎么可能啊？中国这些几千年的灾难，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个他们有关系的北部啊，是北方从来不会来面包，北方从来不会有帮助，北方只有战争、死亡啊、饥饿。啊，抢掠，啊，就这，习太阳往北部还北部延伸，北部基地把半个中国搞活，农业大省了，简直是疯了！俺佛萨嘞，俺佛萨嘞，俺咋佛来着？无知啊！我真突然发现，没文化是挺可怕的，史无前例的，消灭上世界上最邪恶的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义。共产党已经奄奄一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新疆的大囚禁，只有爆料革命新中联邦告诉全世界，普京啊和习近平在2020年、2021年都已经密谋啊，你取台湾啊，我取乌克兰，然后在冬奥会期间，然后把西方的整个对西方的中共的三 F 计划搞弱美国，搞乱美国。啊，搞死美国，执行到底，来了，啊，战友们，这场丑恶的游戏，你不支持爆料革命，你能得到什么呢？你支持爆料革命，你能失去什么呢？我们在看透生死，放下生死，啊，把恐惧彻底征服恐惧和利用恐惧，还有一个人本能。要选对你最优的条件。你跟共产党站在一起，谷爱凌母女、王健、单伟健，他们会好下场吗？跟新中国联邦，你能失去什么呢？啊，这就是七哥说的，新中国联邦啊，力量无限大，傻子不保了啊！再次祝全天下兄弟姐妹们情人节快乐！一、二、三。哎呀，太幸福了啊！星期三见。人世光轮转，与你相会。